时就禁止台语嘛，所以这条歌，这个影片是国语讲的，而且国语讲的都不伦不类啦。哦，啊，但是，伊当时都政策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伊当时拍这条歌了吼，夭寿啦，那接到通知啦，讲这条歌是禁歌啦，未使唱。啊，你啊，这条歌未使唱，这个影片安怎？禁掉。你咪上播啊！啊，投资偌济钱都拍这个片，袂使做后日的损失担当。嗯。啊，所以无法度嘛。哎，煞了个。哎呀，所以讲啊无吼，你搁甲我播一条歌啦。哦。本来这条歌咱讲个第一拍甲第二拍对无？嗯。讲好啦，啊无就搁播一条较快乐个啦。哦。啊，就是播第三段啦。啊，种啊，搁唱快乐。嘿啦，就讲什么西瓜棚咯，什么。你做乖啊，做老。伊当时就叫伊搁临时接这条歌。做乖啦，我嘛白听的了。一年更何年冬？欢喜欢喜讲，祝福好西高旁，运路了无了工，好过天晴喜完工，最快乐是咱两人，今日团圆心花香，将今免破破梦，有卡好无？这伊本来头前唱歌这条都红红做，唱这段来。啊，唱这段，就叫这个作家吼，佮播这段落来。啊，你发觉讲这段佮头前迄两段有共款无？无共啊。无共，这段是快乐的啊，迄段是悲伤的啊。伊希望佮播这条歌吼，会当互这个影片会当。伊种啊无爱好唱啦。啊，所以就这条歌就是安尼播来哦，嘿，第三段也是安尼播来。悲伤无爱好看。啊，结果。悲伤，伤心难播。刚好讲，这条歌就迄个影片就会当互伊播。这条歌我在禁歌啦，我在禁，所以这个作词的这个人哦。伊就讲，许做李林秋啦，伊要死之前哦，伊就讲坦白话啦。恁后日若要唱这条歌吼，唱头迄两套就好，迄两套才是我的歌。第三套吼，毋是我的哦。哦，你茫唱哦，吼，所以我唱。哦，你嘛较近的，我嘛唱。啊，这就是李林秋啦，吼，就这个。作词的人，啊，伊做足侪拢足出名，《望春风》咯，《四季红》咯，遮拢伊做诶。乡头。嘿，啊，这真诶是作曲哦，这王文峰哦，咱看会了解者就会使了。咱即卖来看，别人安怎来唱《破破梦》，咱大概过差不多五分钟就会当结束。